水果拳头大。营养师宣导饮食指南，并与现场民众互动。三分之一。哦，好，谢谢我们的阿姨哈。我的餐盘呢，它是把六大类食物的分量都把它做一个明显的一个餐盘的分量的区分，然后呢，也把它的种类呢做一个明显的说明。庆祝营养师节，台中慈济医院营养科宣导国健署我的餐盘饮食指南，希望大家吃得健康。每天早晚一杯奶，这个我就不晓得了。而且那个坚果类，有时候就吃很多，有时候就忘记吃。营养均衡，要摄取蛋白质，植物性比动物性更好。植物性的蛋白质呢，也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跟植物性蛋白，然后也比较没有胆固醇。吃得健康，能提升免疫力，抵抗疾病感染。我的餐盘健康吃，健康营养拢好利。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道。